那一大群人呐、啊，他们本来穿的呢是传统服装，那向前走啊，翻过身来就是蓝天白云，有一幕呢很漂亮的，那就是呢翻转人生的意思。他反黑归白，虽然看来他的肤色啊还是黑色，可是他的心灵呢已经呢是光亮的。他们过去的生活是在黑暗中啊，没有希望的。现在呢，那就是希望啊，翻过来就是蓝天白云啊，是光明的。最宝贵的是那样的点滴，粒米成箩，滴水成河，净化人心为重要。每一个人一念的前程，大家呢方向正确了，那一念前程的心，这就是力量。不是说、哦、我只出钱而已，出钱无心、哦、还不够，一定呢少少的力量不要紧，要虔诚的那一念爱心，还要长长久久，细滴水穿石。你亲亲自己的弟子，闪耀喜悦的泪花归来，归来。